这是深山药啊，像这一个窝能挖的挖个几十斤出来，咱派个人下去看看。哦，直接它这个头就在这上面了，有希望啊，这窝山药，试试看，也许就全部就在这个窝里面了，我们试试看、啊。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哇，它往上走啊，有点大窝，往上走。往上走应该就是在这个石窝窝里面了，这窝能搞个20斤。会不会是陨石啊？很重啊，这个可能有1斤多啊。接了零毛。这个是什么鬼东西？应该属于一种矿物质。我的妈呀！这漂亮啊，还有啊，下面还有。我去，这山药又一条了啊！哎，别断，漂亮吧？这样子的山药见过没？今晚上大闸有的吃了。好，哎。